AZ 它出了很多漂亮的引擎，那像这个，它想法特别好，那有很多是移植，这个叫什么早期那种折叠的那种，胶片银岩相机胶片相机的那种结构，那么从那里面，你看它这样的一个，它皮腔呢通过折叠呢，预留出来，它桥边的有一个长度，构置一个景深，然后可以这样拍，很棒的。所以它富士线这公司到后期到现在呢，到现代呢，它出的拍立得呢，他们我觉得它可能不是特别像在早期出 ACE 这样相机时候那么用心吧。ACE 这是以前它的机器呢，包括它的外观设计啊，还有这个结构的设计啊，都是很特别很棒。这个也是，这个平常它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构外观，然后我们可以就打开也很简单那么我拍摄的时候就这样的拍摄这是 ACE 后面类似就倾向于正方形，因为它是由宝丽来演变过来，宝丽来是那种方方正正，它演变过来这种464这个45。那还想再聊一个呢，就是其实呢福士的这些拍立得呢，其实最早包括宝丽来呢，其实最早一个先驱是谁呢，是柯达，其实所有的这个最早发明这个即时成像这个技术呢，是柯达公司，是他们发明的。然后宝丽来拿到以后这个技术，然后他把它发挥到了极致。然后后来日本人富士呢，也把生产线买过来，然后又制造了一系列自己的产品。也很棒。但是最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提到宝丽来啊，提到这个拍立得啊，提到这个富士啊什么这，我们最早不要忘记，其实它的怎么说，它应该感谢的应该是柯达。这是柯达大概是50-60年代最早期的一个 ACE 结构，这全部是由柯达的系统演变过的 ACE 结构的，这就是 ACE 尺寸大小，然后一个图片机构。那这个机器我拆过，它里面的做工啊，它很棒。你看它，如果是喜欢改相机的朋友，那很喜欢这个结构了。工工整整，包括它的齿轮机构，那你看它是一条。那我很容易把它嵌到69啊或者什么45啊，就很容易嵌到这个现代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胶片相机作为后背来使用，对吧，很工整很漂亮。可惜这个尺寸很难再利用它了。所以ACE 这是宝丽来 ACE 的这个叫什么片盒，我有，但是我一下找不到了。它两个片盒，当然这个是方块画幅了，对吧，宝丽来方块画幅。所以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包括后期就前几年富士又出来一款，它就是为了有宝丽来那个方块的那种复古的感觉，它专门出了一款方块画幅的这个拍立得相机。它的尺寸大概是62×62，那我们可以看它俩的高度是一样的，和外的那个纸呢高度是一样，只不过它的长度是更长了，对吧，169。早期
早期我们再对比一下早期，这是早期的那个撕拉片，撕拉片的相纸。其实撕拉片的相纸，大家都觉得撕拉片的那个画质感人啊，什么亮丽啊，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也不是我觉得，我其实上，从叫什么物理上讲的，它其实它是因为药剂呢，显影层呢就在它的正面，就是它暴露在空气当中的，是我们肉眼直接观察到、观看到的这个片剂。而拍立得呢，因为拍立得属于后期一个属于它在撕拉片的基础上，它又改进的一个产品。那么拍立得它这个相纸呢，它是改进在哪里？它是片基在这个叫 片基和负片那个底基是两层，片基在那个塑料膜的后面。就是我们看到好像就老总是感觉隔了一层玻璃因为表面上会反光，实际上这是因为它在反面，因为为了避免空气长期的这个叫什么氧化它会时间久撕拉片会变色泛黄什么这个就都是因为它其实片这个叫什么化学药剂呢，它在表层，那么拍立得呢，它就避免这个现象呢，它进而改进了以后，它把片基做到里面，隔绝了氧气。那么我们现在的拍立得，你可以存放的时间更久。所以，但是说这并不是说它俩的显像显影或者是什么，真实发生变化没有的，其实它们是一样的，只要镜头一样，它们成像是一样的。感官上呢，就是拍立得会在。因为它在反面嘛，它表面是一层膜，所以这层膜会给我们一个散射反光线的反光，让我们造成我们感觉它好像没有那么直观，那么亮丽这样的感觉，实际上是这样，所以有大量的 ACE 相机，非常棒，值得去挖掘。非常棒，像这一款，它其实是一个附件，你拆掉是这样的结构，对吧？我们可以，那么感兴趣的，因为现在我发现改机器的人越来越多，不像我们早几年改机器，那还基本上没有人在动这个拍立得脑筋，现在很多人都在改，这很好。那么你可以。换换花样，对吧？去从这个叫什么，很多的 ACE 相机包括这个柯达最老的柯达，上面去动动脑筋，可以试想，如何呢？我们能把它改造成一个宽幅，或者是一个方块画幅，那这样又盘活。很多经典很优秀的你像这样结构的这种 ACE 相机，我们折叠以后它也很棒，对吧？所以玩法有很多，希望大家都玩出自己的花样。好，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